同学们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高富帅，你们叫我富帅就好了。嗯嗯，富帅同学，我叫杰瑞，喜欢玩游戏，我要和你成为最好的朋友。哼，得了吧杰瑞，接下来你们俩会为了我争个你死我活，到时候你就不会想跟他做朋友了。嗯，你好杰瑞。我叫王小豪，是咱们班的班长，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来问我。嗯，你好班长。我叫兜兜，是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既然大家都认识了，富帅同学，你就找地方坐吧。嗯，杰瑞，你左后边，我要跟兜兜坐在一起。啊？凭什么？我要挨着兜兜。你要是不坐后面，放学我就叫人来打你。哼，因为我是厦大的吗？坐后面就坐后面，又不是看不见黑板。哦吼，好了好了，这一节上自习。不许交头接耳，我先走了。富帅同学，说是不是你让我穿越的？哼，不愧是兜兜，一下就猜到了。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而且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为什么会穿越啊？哼，还记得一周前我给你买的那瓶饮料吗？啊，原来那瓶饮料有毒。不不不，它只是一种神奇的饮料，喝了之后就会穿越到过去。哼，在未来我得不到你，在这里我一定要得到你，而且还要把杰瑞踩在脚底下。啊，你真卑鄙！我要告诉杰瑞，告诉所有人。尽管去吧，你如果告诉他们，我就永远不会给你解药，你也就永远回不去了。什么？